法师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啊，大乘无量寿经解，咱刷伫顶摆学习缘起十义第二段啊，离无边相诸义。无边相诸者，为诸法所起，净土周边相应诸作，方成缘起啊。如一言便应多言，此一即故多。一力不多，一节一不变啊，一节应不变，不成缘起。同地诸法界中，一言故多，法化概念，无不何变啊，无不何变相诸。那啊，咱看到这所在啊。缘起十义，头前啊，咱有记诸缘共义啊。第二呢，何变相诸？这拢是说明宇宙之间。一切法的生起啊，华严经上所讲的无量因缘，无量因缘，经上解呀，归成十大类。拢是编舞教学，但咱一去有记两摆梦境还原观，梦境还原观头前的三段，就是讲宇宙万物生命。甚至是讲到我，对于倒位来，安怎生起的？为什么会生起？讲这些事实真相啊，圆圆观顶面讲纲领，这个所在讲较比较详细。何变相诸？圆圆观顶面举的例是一尘，一尘周遍法界啊，一尘出生无尽。诸位想看卖，是不是无量因缘呢？一尘。含容空有，这三句话就把缘起讲尽了。一尘如是，一切尘也如是，何变？何相
周边。今仔日咧，即、這个量子科学家甲咱讲，量子群内面每一个小公主，伊拢有互动的现象。科学家甲这现象，比如说一座发射台，亲像电视，亲像咱的网络发射台，哎，知影讲真相是每一个小公主拢是一个发射台，每一个小公主拢是一个接收台。伊放出去的这个速度太紧了，立刻就是周边发界啊！小公主的活动，实际上讲超越时空，伊唔嘛限只是伫时空的内面。遐哩微弱的波，就变化界，这是胡编啊！上主是什么意思呢？上主就是啊，出生无尽啊。为什么呢？所有法界内面一切现象，拢是这个量子群组合的。这是互相帮助，成就是法界已经庄严，所以科学家伊用一个形容词形容得真好，伊讲那像是宇宙之间的量子群啊，伊下面就是一。顶个网同款嘞，真大个网，拢是互相通达嘞，拢是互相联系做一个。任何一点啊震动，你连规个网立刻就知影。哦，这个无边相助，确实。就亲像一个大梦共款的啊，所以下面讲咯，诸法所起，定好就变，相应自作啊。啥人伫遐所在指挥呢？这个、小公主听啥个话呢？伊个生气，伊个出现，这是科学内面讲的能量啊。有原因无？无原因啊。你讲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无开始啊。佛法内面讲啊。就在当下，这个讲法是是真相啊，事实真相啊，空间跟时间拢对咱的分别执着来对产生的。一切现象的生起这个时阵，在第一个念里面无分别，无执着，
保持着这念，就是保持的一真法界。诸佛如来是无庄严土啊，实在讲，嘛是咱每一个人，一切众生的是无庄严土，因为是无庄严土，同款一个道理。那下面有人，毛树啊、花草、毛山和大地，为什么有这种情形呢？量子科学家给咱帮助真大，伊啊发现所有物质，拢是在量子群，真品差异所产生的。振动的频率较慢呢，就变成石头，变成矿物，山河大地啊。振频较紧一点啊，变做植物、花草、树木；，佮较紧一点啊，变做动物。伊啊，伊真法界内面，只有人，无其他的动物。为什么呢？动物是特生刀啊，特生刀是武器所干掉的。你啊，以真法界内面的人，甲你不灭啊，所以伊无啊，无特生刀啊。咱啊，讲只有人天刀。啊，六道内面，伊只有人天道，其他的四道拢无。真就叫做世界有人天道，其他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内底有人天道无？甲注意讲无。为什么呢？十宝土内面古族人，拢是明心见性。啊，明心见性的是菩萨啦，不是普通菩萨啦，发心菩萨啦。所以伊迄个内面，哪个无人天，连欲界天啦、色界天都拢无，嘛无四性法界。四性是声闻缘觉菩萨佛。十法界伊无啊，伊十法界以上，所以西方叫世界非常特殊啊。伊烦恼无断啊，也会当往生啊。是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，这是真正特殊的例啊，实实在在，他方世界找无呀。啊，所以咱讲啊，西方世界有人天道，无修罗道啊，无三恶道啊，就是讲带着业识去叫世界去，叫做世界哪不缘，无缘，这些不善道的众生就袂出现啊。缘起呀，伊无迄个缘呐。啊，咱知影，佛的经上有甲人讲，阿修罗道主要缘是啥物？是共故我慢呐。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有共故我慢的习气，阿赖耶有精进，迄个世界。内面啊，无机缘，互你去共过我慢啊！贪是有几道，嗔恚也是第六道，
有子也是得生道。你叫世界贪嗔痴缘拢断了，就是讲有习气，习气就是阿赖耶内面的业识种子啊。无缘未现形啊，这是叫世界无比的殊胜啊。贪个贪相感，亲个亲相应，叫做世界未讲有一项物件引起你的烦恼啊。诸佛如来在他方示现，那明白了后，爱讲我，爱学习，呀，那无办法。转变这个世界，嘛应该都爱呀，转变家己呀。中国老祖先所讲的"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"，这句话是在讲，我无能力转变别人，我也有能力来转变家己，这就对了。家己真正转变了。会影响别人未？影响为什么呢？何必相助啊？那是讲无影响的道理呢？那影响，那是讲无感应，无感应，那是咱家己的业障深重啊！诸佛如来，这意念。诸性啊，变现的物质，物质就是诸性啊，所以伊的能量有遐尼啊大，小可叮当就变化界有遮大的能量，咱就想着讲，西方世界诸佛菩萨有偌济呢？因所发射的能量、信息，咱拢收到了。收到的时阵无感觉，是咱家己有障碍。这是早年中国大师甲我讲的。这个障碍是什么呢？这障碍叫业障啊。佛法内面讲两种，业障真多，两大类，一类是烦恼，一类是所知。啊，这两种业障呢，障碍了咱无办法感触到信心。那要安怎呢？好言习惯教导人，忏除业障。呀，咱会当把业障忏除啊，十方诸佛菩萨的信息啊，咱就会当感应到。感应不可思议啊！注意想看卖，在咱现在这个社会，这聪明的科学家研发的这高科技，就咱现在传媒，网际网络、卫星电视，也都是跟你讲。何便相助？也就是这道理啊！那聪明的科学家拢会当，个这个
信息团队方式用科技方法会当做到，哦，变相主啊，佛菩萨明心见性，伊哪会讲做袂到？所以咱愈想愈有信心，愈想愈肯定，是无错啊。咱若相信咯，明白咯，肯定咯。下面应该做的就是忏度业障，哦，咱的本领恢复，这是正道啊！佛在《大乘经》内面，时时刻刻咧劝勉咱放下执着，正觉现前，你就开始有能力来接受部分的信息啊，这个信息真正是对四面八方，那现前过去的未来的信息拢嘛收到。佛经里面所讲的四经三济行遍十方啊，所以你若是问讲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，整个宇宙是一体啊，这在头前咱就学到呀，伊是一体啊。所以有这么大的能量，这种德能拢嘛是自性内底本来具足的，凡夫业障当显未出来。我甲人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虽然讲三项代志，这项代志把整个宇宙拢包进咯。啊，大乘教通常咧讲的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拢啊包含入去咯。啊，佛教多难呀，无别行，回归自性而已啊。回归自性，就会甲伊共款，伫丝毫差别都拢无啊！一切众生，甲一切诸佛如来是伊，毋是你。众生未去颠倒，分诸分他，即道障碍，甲外人无啊！啊，我的人，伊啊，只有一个意念。当作无觉悟的众生，赶紧觉悟。这是性德啊，反逆如是啊。啊，这都是说明，也都是说明。原观顶面讲的啊，一切诸法生起的现象啊，诸心无尽啊。这才成缘起啊！
下面说明，如一言便应多言，出一即古多啊！你内底有多，伊就互相进入梦共款，即个梦个空就固着所有个梦空，所以梦空个内面成就。而到这个梦空，啊，伊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啊，一多不离啊。一量不多，这个一感应啊就不变了。不变就是啊，不生厌弃啊。所以量子力学家甲咱讲，根据伊个研究发现啊，每一个小粒子拢应当尊重。为什么呢？元气都爱靠因啊，普遍上主啊，欠一个嘛未用你啊。亲像咱的身躯，这身体结构，外面的五官，内面的五脏六腑，欠一个都未用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给你放大咯。你容易了解，欠一个都未用，太美妙了。那你讲原来是一个细胞，为什么会中性这个关系呢？啥人伫咧操控？啥人伫遐咧主宰？讲未出来。外国宗教讲是神做的，神做，咱来问问神是啥人做的？佛法内底无讲是神做的，佛法讲自性本来就具足咯。你看智慧德相，这是德相啊，智慧是精神啊，物质内面的德相啊。一个小公主，一个小公主组织起来啊，成为这个人形啊，这个人形啊，用公主来算的，迄、那个数字是以雕为单位，总是有偌侪一雕，即组成这个人心啊。啊！咱的依我，一切物质拢不离我，就是这个物件造成的。科学家讲的，造成无同款，是振动频率无相等，有紧有慢，是安尼先形成无同的物质现象，嘛是振频的无同款啦。精神现象是无同款啦。啊，物质现象无同，啊，咱无容易发现；精神现象会当发现。你看，咱伫咧喜悦时阵，迄个震动，发脾气的时阵，迄个震动，那差别太大了，你会真明显的感觉到啊。发脾气，规身躯会烧起来。人风惊到的时阵，规身骨会冷啊，真容易发觉到啊，也是震动的频率无同啊。所以物质现象、个精神现象，拢嘛是普通现象，到最后拢会回归到这个普通。
一言内面啦、啊，这个一定袂当招忌啊，其他的呀、啊，叫法化概念，任何一法拢是嘛呢？所以任何的一法伊是平等，任何一法伊拢嘛是重要的，无就无重要。第一切法的内底，任何一个基本粒子拢嘛真重要。在经过变化界、虚空界，绝对袂当无伊。这个基本粒子会当伫人的身躯里，也会当伫这植物的身上，也会当伫矿物的内底。那伊是动的，伊毋是静止的。伊会伫过去啊，也会当伫个未来，伊超越了时空。活动起来超越时空，出现时阵，咱知影是一个幻想啊。伊消灭的时阵，就回归自性咯。就亲像佛的经上啊，用大海来做比如，自性就是大海。这现象。这现象就亲像海水内面啊，去水泡同款。水泡有生有灭啦、啊，生起来时阵对海水生啊，灭起来时阵也是归大海啊。所以佛讲这个现象叫做不生不灭啦、啊，或是这相应的水泡，加在海水来做比如，其实就是量子啊，加所讲的小公主。小公主生命速度太紧，安怎生呢？对性啊，体啊，就是自性啊。自性这一点动出现这物件。当失去的时阵，这现象啊就无去了，速度太紧。为什么咱看得到？咱看的是累积的这个啊连续性。累积的连续性所发生这种现象，无不何变相诸啊？经文。第一一过障，第一障过一，这两句的是经文，是佛的经上讲的。第一是什么呢？第一就是觉啊，不第一就是迷啊。你真正明白了，觉悟了，伊就是多多即是一，一即一切。一切皆一啦，因为变化界虚空界，咱讲十法界已经庄严，注意更加容易体会啊。十法界已经庄严嘛，都是一啦。这个一呢，在佛法里面讲啊，弥顶。何变相诸离行呢？现在量子力学内底叫做啊量子，啊量子单位就是小公主，这是一啦。无第二项物件完全共款，完全共款啊，你就会知影，不管造成什么款的物质现象。伊完全是平等的，无差异啊！诸佛菩萨甲凡夫差别啊，都是觉迷无同款啊！佛家人啊，觉悟啊！啊，咱本来就是觉悟呀，咱就迷咯。
要安怎回头呢？看破放下。所以还阮关闭后，就施加咱呢。五智六观，智是放下，观是看破。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，真正了解了，无论什么现象现前，你未起心动念，自性稳定。这种的状况，或者经常讲的，或者无知啊，这状况叫做根本知啊。啊，或者无知是根本知啊，起作用的时阵是无所不知啊。这个啊，佫予咱一个啊，真大启示。能求智慧对对去求呢？求智慧对禅定当中求，先求无知，老子知影，教你啊先求无为啊，然后啊你才能无所不为啊。啊，迄个作用就大咯，迄个能量确实扩张到变化界、虚空界。或者无知，起作用的时阵是无所不知啊。所以平常迄个心都爱清净，一念不生。境界现前的时阵，无一项你唔知影。安尼生才会转境界啊，叫境随心转啊，都、就是这个道理。咱来阁看第三段，古尊无改矣。古尊无改者，为凡是一言，乃故简之理矣。方生言起无改呀，这就是诸言各异。无变相诸啊！啊，咱今仔日讲六合敬，这道理也捌啦。诸言讲义啊，咱发心修六合敬的同修真多啊，每一个人是各义啊。可是咱一定爱无变相诸啊，这个代志才会做到圆满啊。所以叫做古尊无改啊。这才会当啊，方生缘起无改。下面给人解释咯，莲必有各异，方得台缘，必有变应，方知故德。德就是性德，必定啊是由各种无同的缘。在佛法里面，无量因缘通常归纳为四大类：亲因缘、所缘缘、无间缘、经常缘。每一种的缘里底，拢有真侪种啊。亲因缘啦，嘛是有真正罪障。要若讲到根本，那是自性，那是一个啊。咱就抽同款的根啊，但是这个抽根
生做树心，伊会生做树枝，枝顶头会生做树条，条有叶，有花，有果，拢无离开迄个根本啊。根本就是自性啊！对自性来看，万法是平等的。对伊啊，顶顶的变化来讲呢，上下拢是浮梦。为什么上拢是浮梦？上有性别啊，上变化。无论什么款的这个形象，这些道理拢总固着。无例外，而且伊也是相助的，相助就是互相啊，影响的。精神的意念嘛，物质现象的这个反应。科学家讲救甜啊，咱啊佛法叫做感应啊。对方有感，咱啊就有应；咱有感，对方有应。彼此有感应，科学的名词叫做救甜，咱救甜袂清的同款。这都是互相感应，感应内底呢有正面，有负面呢。正面是随顺性德，负面是跟性德相反的。不管是正面、负面，不管是有意无意，总共一句，你是念念拢在发射，念念啊，你拢在接收。公义啊，安尼你才会啊大言啊。言主言善，言主的时阵成形啊，言善的时阵就消失了。早年啊，科学家都有这款的讲法，物质不灭啦，精神不灭啦，这拢是事实真相啊。这就是咱头前学的法无定法啦。如果有一定呢，伊就袂讲有变动，伊毋是一定呢。只要拄着缘，伊就会产生变化，确确实实出生无尽，一切法拢嘛是安尼生。伫感应内面，显示伊的固定。这个定是什么呢？定是合作啊！是故主一独一，主宰无碍啊！主一独一后面有主宰啊！什么叫主一独一呢？也估计你为。如十数中，伊九十，伊是家己啊，主一啊。后面二三四五，一直到九，拢叫独一啊。
诸意都一，诸在无碍啊。啊，用咱的团队来做比如，是上该了解。啊，咱这班有十个人，这十个人是小团体。对我家己来讲是主义，对其他教的人是道义啦。主义啦、啊，道义，主宰无碍啊。那主义主宰，咱团体嘛主宰啊。经文，诸法无所依，但将合合起。所有的法，拢嘛是有这种现象。一切法无所依啊，拢对合合啊，众缘合合啊，而现起现象。现象是缘珠，上无去咯是缘散咯。那有这个现象呢？缘相是假呀，缘聚缘散啊！你对些所在些会看出来，相不是真呢，相是假呀。聚散嘛是缘呐、啊，有缘就相聚，无缘你就散去咯。所以是无量因缘成就啊，十法界的这个。以正庄严，第四个意思呢？以体相立意，以体相立者，为诸法以体对相相立呀。啊，这种那是精神现象非常明显，物质现象也不例外。该诸法利用对象依起，方生缘起。如一起都，即都立一类；如都起一，即一立多类呀。拢总是讲缘起啊，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些现象拢嘛伫咧，拢伫日常生活当中啊。啊，咱建设文声，精神气的作用是受想形式，咱接受咯。咱看到，咱接受，接受有回应，回应就是咱的情绪啊，下家己意思的啊，就升起欢喜心啊，甚至讲有强烈的控制念头，这没有念头，就升这个啊，实际这是烦恼啊，那无介意的，无介就白天啦。这是精神的方面，物质方面呢？你看看咱啉一杯水，那水跟咱各异啊，啊，咱啉落去，这物质就上入，伊入到咱身体内底啊。啊，所以饮食其故，确实啊，一切物质以体啊上入。这拢是成就缘起啊！成就什么？咱这个生命啊，生命成长是刹那刹那。如果把咱的这饮食、水啊，拢总啊断掉，我敢讲，大概一个人生命只有七天就无去了。
啊，你啊，必须都靠着外面的这些物质啊来维系。这个维系里面啊，有物质，有精神，所以物质生活甲精神生活，维系着你的家己健康寿命。甚至讲伫咱日常生活当中的情绪念头啊，这物件拢总拢包括咯，伫这个意识上入来对。咱有互别人无？有啊，伊互相啊。那么互别人啊？确实啦，是上帝呗。诸法利用，对象依持。这个诸法是十法界已经庄严，彼此互相做依缘。毋是啊，这项物件会当独立存在。找无一项会当独立存在，换一句话讲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你袂当讲倒一法有用，倒一法无路用，无即个道理啊！只要是有一法，伊一定有路用。咱若家己认识无清楚，有一寡咱认为讲是无路用。要给消灭，消灭了后啊，问题就出来咯。唔知影讲，整个宇宙元气是均衡的啊。哎呀，都现在人讲的，地球生态平衡啊。为什么呢？伊是何谓一言呢？欠一个都未用的啊，欠一个就会出问题啊，就产生变化了。加一个也会产生变化，维持平衡啊，是最健康的生活。人的心理嘛是安尼生啊，每一人体质无同款啊，异体啊，诸缘共异啊，每一人适应无同啊，咱若讲饮食习惯、生活的习惯，各人拢无同，这袂当勉强呀。体质无同啊，有人是会食较多一点啊，有人食较少一点啊。如果会当啊适应家己身体状况，那是最健康的。所以啊，你袂当加买，加买对你无好处啊。你贪食、介意食，那是袂用，会食出病来。你袂安怎甲控制好，无多也袂少。啊，这样维持到最健康的状态啊！所以佛弟这段讲了，拢是甲咱讲这原则啊，叫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另外会去运用。这个真正对咱有真大的帮忙啊！下面第五，以体相接义，
这条是讲为主发圆体，经互相望啊，全体形夺呀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下面讲咯，连具有体无体，红生缘起啊。有一言无体，灵气诸言，这是一言；有一言无体，所起之言，这是诸言。啊，一言有体，无体，无体即逆呀。诸言有体，无体亦连啊。因闻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即来对于后面要修足啊，全体行断，即个讲有无之体啊。境何行比无断，即是讲即个意思。有无是讲物质现象，但一般讲空甲有，这个所在是空啊，有甲无，无也就是空的意思。华严境界里面，空有不离啊，空有一如啊，这个圆体相接。后面也有相立，相接就是啊，空有按怎当就是呢？按怎当讲空就是有，有就是空，这个意思深咯。啊，六一言有体，灵气诸言。这一言都是一法啦、啊，一法的因缘啦。这个法的因缘有体，灵气诸缘，这是一言啦、啊。如果这个一言那是无体来讲。你所起的缘，就是诸缘，就是众多的缘。这内底啊，有一缘甲多缘呢。那咱对佛的四缘来加观察。清净缘。有体无？真因缘一般来讲，阿赖耶的业是经济啊。这个物件是看未到，伊毋是物质。阿赖耶内面含藏业是精智，无量无边啊！那家己过去现前所做的啊，
无论是有意无意的所做，阿赖耶拢留印象啊。这是啊，都是缘起现行的亲名言啊。经济真多啊，无现象啊，这是只得讲就俗语无啊，了一言无体啊，也拄着什么言？迄种诶经济就会互伊引发出来啊，诶，就去现行。这是讲十法界。莲花界呢？你为什么到人间来呢？去生中有五界十善的缘，这是到莲花界什么缘？五界中品十善。是人道的业因，上品十善是天道的业因。过去无修这个，就未当得人心。过去修的这个因啊，你会到人间来，这是讲清明言。有深因缘，也都要有所因缘啦。所因缘嘛是烦恼，习气啊。啊，讲习气经济啊，呀，啊，伊有意，就是咱讲啊，就是意识内底，意识内底，伊呀。假意啊，即道伊伫中阴内面无甲即道袂记哩，伊念念想着即道啊，心想事成啊，意念主宰着一切啊，念头啊是咱选择最重要第一个因素，所以念佛重要啊。啊，咱念念拢是阿弥陀佛，咱就会啊选择阿弥陀佛咯。而且太重要咯。啊，如果念念贪图啊，我欲乐顶的享受，哎，就邪去五鬼道咯。贪心是五鬼啊，嗔恚啊是地狱啊。绝对讲唔通有嗔恚。啊，拄着什么款的苦难啊，也无万分心。别人安怎来害我，无万分心，也无不服心。这是啊，成就家己，提升家己啊。如果一念错了，一念错就会去恶道咯。我讲对别人不利啊。只有三分啊，对家己不利，至少有七分啊。今仔日咱咧讲缘起法，这比什么都较重要啊！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真正都要小心谨慎啊。咱啊，有世劫以来，生生世世未当脱离轮回，就是这个习气无放下。所以啊，水业流转啊，这就错了。也有人道的业因，对人间啊，也阁是有流转。人间流转是什么？亲情啊，这第一。这一步啊。另外，就是咱一般的讲的这个恶
欢喜的，无恩啊，万分的哎不朽啊，伊就是安尼生来啊。这拢讲到一言个多言呢，你看这来都有多言，有真公款呢，有一言，一言找到这目标了，一言有体啊。灵气诸言即是一言，比如我人间来投胎咯，这一言啊有体咯，啊，意念主要就是讲阿赖耶心识去投胎，有这身体啊。灵气诸言，这是一言。无体一言所起的这个言，这个言就非常的广泛咯。那么用这个阿赖耶内面啊含藏的习气。经济啊，呀，多些言的大声啊，去现行，那都是言的力量咯。啊，这个言啊，是啊，所言言，那无干言啊，无干言是坚持，未改变的。如果念头一个转变呢，你可以就去变化了。念头未改变，一定啊是形成，一定就结果了。啊，你甲看起来呢，你就知影讲经常甲人讲，经过。有丢啊，是无量因缘，无办法计算呀。这个无量因缘爱怎样，拢是最初迄个一动，一念不觉啊。这个一念不觉，就是伫自性内底变成一个阿赖耶出来。啊，由阿赖耶。变现世界，变现了咱家己，家己是正报、有丢啊，是依报啊。除了自身以外，拢总叫做依报。依报内都有人事的依报，那人事环境啊，物质环境、自然环境。啊，无学佛伊唔知影，唔知事实真相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这代志麻烦真大了。学佛了后知影讲，分别啊，执着是错误，放下分别执着境界，就会提升咯。境界未当提升啊，是你的分别执着来放未落。啊，咱今仔日知影咯，真正明白咯，一定都爱放下。无放下，想吃亏，家己吃亏啊！家己永远袂当脱离六道轮回啊！啊，现前咱拄着环境，对修行来人讲是啊，好环境。为什么呢？大规模的灾难现前咯，你才知影讲真正苦啊！
你才真正想要出离啊。如果这环境是社会安定啊，啊世界太平啊，你都无想要离开啊。你感觉人间还阁未歹啊？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你还阁无想要去呢？这个世界富足啊，享受着咯，叫做世界只听讲啊，毋捌看着啊。迄、那个愿心啊，都未啊坚固咯。所以啊，对啊，真正修行人啊来讲呢，环境哪有好歹呢？啊，拢是无一定诶啊，就是看你念头啊，你是安怎看法啦、啊？如果伫遮警惕着，这个世界真正是袂当阁大咯，而且敢是真好诶正常言呢，帮助你讲哦，帮助你这一生成就。所以较早我有讲两句话，这个世间当然是好人啊，事事是好事啊。啊，诽谤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种爱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拢嘛是好人啊，哪有歹人呢？唔管伊是甚么款念头咧，创这个代志，如果咱讲悟咯，咱拢总受着恩惠啊。所以，人若是永远生活伫感恩的世界。这对家己的好处太多了。一定啊，都要用智慧去甲观察，毋通用情绪啊，情绪也真麻烦啦、啊。用智慧无咧用情绪。经上啊所讲的这两句的真重要啊，伊即是多多即是一啦、啊，这是华严经上佛上讲，这是啊上集的意思啊。一刀是一体，也后面那是上集的意思。下面这段呢，第六。体用常用意。体用相用者，为慧前，彼体上立上接啊。上立也阁是下面一条，上立上接，二种皆用通也。下面有解释，在诸法体用高下不改，红生缘起呀。一体无不用，故故体全是用；一用无不体，故故用全是体。这是讲一切法，一切法有体有用，
袂当讲是有体啊无用，或者是有用无体，这无可能啊。体用一定是啊相用啊，这就是头前啊所讲的异体相立嘛。下面讲动体就相立，异体就相即，动体相立，这是啊两种的融通啊，体用融通。诸法体用啊，交涉无碍，即成缘起。有体有用，体无不用，有体无功无用呢。所以啊，即个具体拢是作用啊。对根本来讲，自性是体，你啊，体学里面讲本体，对体起用，就是实法界依正庄严，这是伊的作用啊。这是讲整个宇宙的元气啊，咱个缩小来甲看，看咱现在的这个心，这个、心是体啊，这个、心是体啊，啊，咱来到这世间来，那都当然有作用，什么作用呢？佛弟经常讲得真好，人来到世间从什么呢？佛讲一句话啊，人生受业啊。你来从什么？你来受伤你的业背啊。过去生中做了善，积了德了，你来享福的啊。过去生中做了不善啊，你来受罪啊。佛啊，是甲咱安尼解释个啊！啊，咱这个体是起一种的这个作用个啊。可是这个作用，甲意念变化，伊袂当起无同个作用。如果你这一生无接受到佛菩萨圣贤教诲，真正是这款呢？人生受业啊，你啊，伫咧享福，或者讲是伫咧受罪，这个当中你搁咧造业啊，所以业甲报啊，永远是定未清楚啊。你啊，做业，你来生又搁受报，生生世世什么原因？都是业因果报伫咧循环啊。你若真正把这代志看清楚、看明白了，你啊就知影讲佛形容六道是什么苦海啊，苦海无边啊。何况咱回头啊，时间啊，为什么你唔回头？唔回头是迷啊，回头是觉悟啊。所以用无同款啊，拢在。无言无讲啊，
你看这盐偌重要，盐先盐恶盐，嘛是记起心中结的呀。啊，这一生无论拄的是善缘甲恶缘，总共一句拢嘛是缘。家己爱用智慧去处理啊，有智慧，我就会把一切缘转变作法缘啦。这对家己的利益就大了。古代的常讲的戒严，这世间的严最重的，就是精进。真歹当啊，真歹偷窥啊，无真实的智慧做袂到啊。啊，真实智慧伫现前这个环境的当中啊，是非常的难做有啊。拄到一个好的善知识，无容易啊。以前我住伫一个台中，李老师常常甲我讲，一个学生，好学生想要找一个好老师，不容易啊，可遇不可求啊！啊，好老师要找一个好学生。哎，脱伊个法，都是更加不容易。要去倒位去找呢？这个代志，我想起来讲，伫些世界，无同国家地区，真正有倒传法的人，难啊！要去倒位去找，所以真正做。真正伫即个道业上成就，是无传人啊！要安怎呢？写字啊，甲家己物件用文字记载落来，传互后人啊，看以后的人是毋是有缘会读到即本书。即、这个较早是用即方法。现在科技发达咯，加了几多种方法。现在咱录音，会当录像，比较早方法较多咯。可是，在咱来点后，呀，这个科技就断去咯，那个无电，那就完全完咯。啊，录音甲电视都未当起作用咯。所以也还是煮啊，较可靠啊。这都是为什么中国人重视煮呢？也有个惊这个大灾难，煮将来啊，无就要安怎去你石头呢？中国房山的石经啊，就是这款烟气咯。甲大藏经啊，去你石头顶面。啊！咱现在嘛知影咯，如果这所在发生大地震，也会该毁灭咯。
哦，您的用心啊，咱袂当讲无背负啊，袂当无感恩啊。伊的动机，伊的用心太好了，真正是纯净纯善啊。房山石经确实是有价值，跟咱现在大藏经来对比，伊也比咱现在大藏经有加袂少啊，还佫加一寡，无缺少，真正是非常完整的物件。我去参观过啊，这典籍果然遮尔用心，你想看卖用甚物方法？会甲伊啊保存，则袂讲去互伊毁灭。啥物灾难来拢袂毁灭，啊，注意讲，只有甲印出来，印诶即个分量会当印一千套，分送伫全世界国家诶图书馆去收藏。甚款灾难就袂甲伊整个毁掉，总有一几套留落来啦。即、这个保存则是真正保存落来咯。石刻的一套也是靠不住，一个大地当啊就完咯。啊，咱是啊，体谅古人的用心，伫今仔日有即种技术啦，咱啊用精美的即个印刷会当啊印这两三千套咧，分送伫全世界就会当啊保存啦。有体，这是讲体甲用。有体全是用，就是啊，讲一切法，任何一法有体一定有用啊。用不离体，体不离用。何不相爱，高铁万用啊。啊，咱明白这道理，当然最重要的这一生当中，要按怎来用咱这身体，来用咱这个性命，来的时阵唔知呀，是啊，随业流转来啊，就跟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同款啦。是修业来啊！啊，咱啊真好运，这一生当中会去拄着圣贤教诲啊，这是啊真正的福报啊！啊，圣贤教诲稀有难逢啊！啊，拄到圣教就应该好好来学习，学习到啊，啊，都该发扬光大啊。啊，咱真正用这一生的精力啊，甲时间奉献好，净化救助啊。奉献好，祝福惠民啊！这件大事才有意义啊，有价值啦，无白来啊！第一个，报果性先贤的大恩大德啊！祝福回民，做净化的团灵啊！第二是普利众生啊，
人来到世间，真正的幸福，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？就是接受圣贤教育。咱中国的祖先怎样？是几千年来，祖宗教导咱，那是建国军民教学为先，人类在这个社会上的活动，无论是大是小，拢嘛是以教学为第一啦。所以中国人犯宗教这两字，叫做大学问啊。那用这种东西来犯外国的宗教呢？用这两字叫做宗教。在古早时阵，只有佛门里面啦讲宗教。佛门为什么要讲宗教？门内面讲宗门教下，宗门是干呐？是指禅宗，禅宗叫做宗门啊。禅宗以外，搞个宗派啊，就是教啊。所以啊，佛门家己称宗教，甲现在咧讲宗教毫不相关，这主要怎样？为什么分这两个系统呢？这两种教学无同的方法，教下就是咱现在伫咧讲的啊，正规的教育，由浅而深，按部就班的学习，就现在教育有小学、有中学、有大学、有研究所。教下是用这种方法来学，渐渐渐渐啊向上提升。宗门呢是一挂非常啊少数的这个啊天才儿童啊特殊班啦、啊，伊唔免经过这么多的这个展出。哇，一句讲伊无什么啊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啊。无啊，伊只有研究所，都是这班尔。顿悟、顿境，这款人啊太少了。确实啦，几百年无定才会拄到一两个这款的人啊。这不是普通的教育，叫做宗门教下。啊，宗教这两字呢，但用中国人的讲法，好啊。宗是什么意思呢？宗意思有三个，主要呀，主要呀，重要呀。尊重的啊，但这人尊敬啊，尊重的教啊是教育，是教学，连起来宗教是什么意思？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重的教化，这个宗教啊。意思偌好诶！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伫世间，你未当阁无学。
啊，宗教这两字内底也无迷信啦，啊，迷信拢无关系啊，伊也是啊，破迷开悟，故咧是离苦得乐啊。在大圣大贤拢嘛知影，人生在世为什么遐尼多苦难？你迷咯，你无了解事实真相啊！换一句话讲，你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你看错咯，你想错咯，所以啊，你讲错咯，你也做错咯。错了，当然啦、对呀、有啊，不善的果报啊。你都爱受苦受难啊。你安怎才会当离苦得乐呢？觉悟就好咯，觉悟了后啊，一切诸法你看清楚了。你想明白咯？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拢嘛是正确的。这个标准呢，在佛法里面讲，都是自性啊。圆圆观顶面讲啊，是正德啊，还是自性的性德啊？延寿国师讲了四条：虽言妙用，唯宜有节；有何之德，大众辛苦啊！这个大众辛苦，会当用现在社会上啊，大家真正识的一句话，就是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。在佛法里面，来甲人民该做众生，伊范围大，伊毋是跟他对人，对一切众生服务。是什么人？这是佛菩萨啦、啊。亚述境界展开来，伊佛法都是概论。你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伦常道德，五伦五常属于八德，这是教育啊。中国自古以来用这个治天下，那治天下对都治起呢？对念头底气啊，这是真实的智慧。慈禧编的《素书》，在中国记起，也是人生必读的。啊！大学内面就甲这个啊，全部拢讲出来。对于这个武器，对植物，植物是什么意思呢？物是物欲，欲望啊，欲是限制呀，毋通纵欲。爱甲节制啊，爱甲控制啊，欲望爱控制伫一定诶范围，毋通超越啦。超越，下面就发生咯，迄毋是乐，迄是苦咯。
啊，欲望愈低愈好。古今中外大贤，对于有物质生活，只要求讲食会饱、穿会烧，有一个细间厝啊，住个真舒适，有够了。其他拢无爱了，伊啊就会生活较非常自在。第二个是弟弟。用佛法来讲，皆不是破烦恼障，第一是破所知障。确实就亲像唐文弼所讲，佛法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。用佛法来解释，这个理障除去了，菩提心就现前啦。所以啊，伊下面两个行义正心，义行心正了，心就修了，心修利何自家，自家利何帝国，帝国利何平天下。你看中国人学的是什么呢？这拢嘛是教育啊。原本的教育，那对扎根教育开始，到你一生，真正是活到老，学到老，这都是咱呐，到时来中国来，这延后啊，会当接受到圣贤教诲。有这种机缘呐，两千年前佛法传到中国来，中国人完全接受了。为什么呢？佛法甲中国传统是同一个根呐。啊，那哪是讲缘起呢？上界上立啊，这讲一个君是什么？孝亲尊师啊，正业三福。第一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这是中国教育的根啊，这也是佛法的根啊，完全同款呢。君同款，积孝回君，就会上积上立。所以，伫全世界各种无共族群之间，只有中国人知影教育。真正咧做，有方法。有成效，几千年来，这个国家、这个、地区，良地久安啊。是教育造成的啊。今天的问题出现了，要怎解决？只要把教学办好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为什么呢？教育是教人的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拢是好事。最重要是人啊，爱个人教的好啊，这都是啊基础啊，不是重要的。重要就是爱个人教的好，人都爱有正知正见啊。中国教的目的是圣贤，所以较早教学读书，
为什么读书？读书啊，志在圣贤呢、啊。伊的目标，伊的方向，是用圣灵看罪啊，用贤灵学习，佛法的教学是叫你啊，成佛成菩萨。佛就是圣灵啊，菩萨就是贤灵啊。印度的冥想跟中国的冥想无同款，意思同款的呀。所以咱读到体用相融。诸法体用，交涉无碍。咱看到这句呢，用在现前，特别是讲诸法。现在这个世界，讲多元文化，为什么呢？资讯发达咯，交通便捷咯，地球变做一家人咯。关系啊，非常密切。世界上多一所出问题，咱拢会受到影响。咱袂当只顾着家己的国家好，只顾着家己这小地区好，袂用哩。咱都爱全世界拢好。啊，地球上所有居民拢嘛会幸福，咱才有真正幸福。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、啊！咱个地球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还有这款的体会啊！作为教会。当然是肯定的，做会到啊！大家拢有这个想法，尤其现在地球上灾难遮多。啊，我即摆去访问梵蒂冈，教皇啊，这内面的初期主教，我看到十几个人，大家拢有这款的想法，爱合作啊！爱互相学习，啊，联手共同来教化众生，教什么呢？教伦理啊，教道德，教因果啊，这三种是普世教育啊，普及到全世界。灾难才会化解啊！啊，地球才会恢复正常啊！啊，化解这个种种的灾变啊！现在这异象灾变太多了。真无正常啊！伫过去毋捌听讲过，历史也无记载。现在啊，即个灾难啊，啊，拢嘛出现咯。科学家甲人讲，地球上灾疫的出现，真正原因是住伫即个地球上，即个人意念出问题咯。翻熊了，这个元气讲呀，
整个世界，一切万法，互相啊，拢有密切的关系。真正的所谓是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只有咱啊，啊，这个念头啊，甲改正过来，断恶修善。好未开悟，问题才会当得到真正解决。回归自性，回归老祖宗的教诲，啊，加伦理、道德，搁再恢复，这个社会都有救了。今仔日时间到了。那就学习到这点。